猫不展的三月总结看没？流水账是记录，像乌漆麻达的啥也看不出，有点恐怖片的感觉吗？今天是3月1号，要开学啦。吹头发就永远吹不到像理发店那样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当代父母，路上走着也要打光蛋。Hello。Alternatively, they could go. 该挖掘。小董的车出发去读书湖当班主任啦。おはよう、こんにちは、おやすみ。我打算去读书湖，就是那个 GRE 班，看看我们班的就是朋友们，慰问一下他们学习的咋样。好像还没有和你们说过，就是我现在就是帮 Cindy 和 Kobe 他们看几个班，然后当班主任，就是负责请假啊什么的那种，相当于学管吧，我觉得辅导员。买了瓶水回家。到公交车站啦，太冷了。Chopper 吗？嗨，你好。今天皮炎又发了。
刚敷了一个创肤抗医美，就好点。我头发是真的炸了。今天心情好好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多牛肉，哇，这个是面我爸的黑椒酱，超好吃。我剪过，在初中剪了几根毛。好喜欢这个星星的滤镜。啊，这个是我翻出来上次和玉兰去那个 KTV 那首白的。今天阳光是真的好，感觉它打开是这样子。晚安，现在想起又不想起的状态。这世界风华正茂，可别辜负好时光。古城里墙角上，人如海，车成行。到清晨一见似难忘，说什么情深似海，我中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，我心之所向。想和你游四方，赏晴雨的风光，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，笑与泪都分享，管情节都跌宕。最近真的好喜欢吃西梅啊。那么我的三月就到此结束啦，四月见，加油，春天到了，拜拜。